Impress 母片编辑。在这个单元，我们要进一步的认识怎么样做背景。好，那我们还记得上个单元有提到过，当我的母片做了变化之后，会影响到我们的投影片。好，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母片页面。好，我们编辑母片，我们看到的黄色的背景呢，是在母片上面所做设定的。好，假设我一到九张投影片，我其中第一张我不想要用母片的背景颜色，怎么做呢？好，还记得我们有提到过，我在投影片上面直接做的设定会优先于母片。好，我们来做试试看，选择投影片，好，在投影片外围或者是没有物件的地方按投影片，好，滑鼠右键投影片，我们来设定页面。好，我们看看背景，这个时候的颜色呢是采用母片的，我们来选一个渐层的，我们就套用第一个绿色渐层。好，确定。要不要把这个背景设定到全部的页面呢？我们先按否。好，因为我们只想在第一张投影片做设定。好，这样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投影片直接操作背景的颜色设定会优先于母片。好，我们先复原。那如果说我要把图片当背景要怎么做呢？好，我们一样按滑鼠的右键投影片，有个叫做设定投影片的背景图片。好，我们点选这个。好，选择您事先准备好的图片或照片。好，那么选择这个草地。好，我们按开启。好，一样要不要设定到全部的页面呢？我们按否。好，这个时候就只有这第一张投影片有套用到我们刚刚用图片当作背景的设定。好，这是一个方式。那这个方式呢，它会整个把母片的背景呢给全部覆盖掉。好，它是一个不透明的设定。好，那我们来看另外一种呢，我们先按复原。好，另外一种做背景的方式，用我们以前的学过的插入影像的方式，取自档案。好，一样我们选择这个小草的背景图片。好，这个时候您必须手动去用控制点去拉动，符合我们的投影片大小。好，那好了之后呢，记得按滑鼠的右键把它编排到最下面。好，这个时候您可以看到它也可以当作背景来使用，但是呢，用插入的方式，它会和母片有一种呈现透明的效果。如果说我的背景图片本身是 SVG 或者是 PNG， 它是有透明格式的话，那它会和母片两种效果结合在一起。哦，当然一样还是我在投影片的设定，这个草呢会优先于母片的黄色，但是呢没有图案的部分就采用母片的颜色。好，那再一个好处，用插入影像取自档案的方式做背景有个好处，我们来看一下。先点选这个图片物件，好，然后按滑鼠的右键，我们可以去做。好，我们先来控制它的位置，先固定，那不要跑掉。好，再来还没可以做设定，我们看右边的有个属性。好，有关于这个图片有哪些属性可以设定呢？我们可以看透明度这边，你可以把它变成透明度是50的，这样子可以比较不会影响到我们投影片本身的一些文字部分。好，那还有很多设定你可以去试试看。好，那我们就采用透明度50的设定。好，那其他亮度啊对比都可以去做设定。好，那这样子可以做成一个背景图片。那这样子的设定呢，一样我们可以在母片上面操作。好，那在投影片上面操作的话，好处是如果只有一张的话，你可以这样操作。那假设我第八张、第九张，好，或者是我其他的二到七，我也都想要用这种背景，怎么做呢？这个时候就用到我们上一个单元所提到的母片编辑的功能。好，我先复原全部的功能啊，重新载入。
取消所有的变更式。好，我们来一样照之前我们在投影片上面的设定操作一次，但是呢是选择在母片编辑。好，点选母片页面。好，目前只有一个母片，我们按滑鼠的右键编辑。好，我们来直接在这边一样，你可以做插入图片。好，插入。好，我们开启。好，把利用控制点把图片放大到和投影片一样大。然后呢，你觉得这个颜色太深，一样我们可以选择把它刷淡啊，选择属性。好，我们透明度用50。好，刷淡。好，那我们可以把它一样编排放到最下面。好，这个最下面它还是会优先于页面的底色。好，再来我们可以做更复杂的，例如说我再来抓一些小草小花。好，看你喜欢把它放到什么地方。好，你也可以把它做好多朵。好，贴上，复制贴上。好，你可以用之前我们学过的，可以把它放到这个草的后面。好，编排在物件之后，好，选择这个。好，你会发现它已经有点在这个草的后面的。好，那这样子变成说我们可以随意的去设计我们的背景。好，利用插入影像的方式，还有利用我们的编排，还有利用我们的属性去刷淡我们的图片的颜色浓度。好，关闭。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全部的投影片都套用到我们刚刚的母片上面做的设定。那如果说你不喜欢每张母片都是用一样的花色，那怎么做呢？那你必须有两种母片了。好，我们到母片页面。好，编辑。好，新增母片。好，那我们来从这边复制好了。好，编辑。好，不能选择复制，我们直接新增母片。好，投影片的页面背景，我们用色彩浅黄色的。好，文字设定。好，标题我用绿色的。好，那变成说我们有两种母片。好，关闭。好，这个时候你不想要让第二章到第七章这么杂乱，我们就把它选起来，二到七选起来。好，记得按滑鼠的右键。好，套用至我们选取的投影片。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做出两种母片的剪报了。好，第一章和后面几章用一种母片。好，二到七有文字部分，我们不要太花俏，我们就选择这样子的母片。好，再来，您事后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啊，直接在投影片上面做切换颜色。好，我们上个单元有提到过。好，那在这个单元就为各位介绍了如何在母片上面做背景。好，有两种做法，一个是直接在投影片上面做，好，一种是在母片编辑上面做。好，那这个单元为各位介绍到这边。